活節假期想出去玩，一於去南半球的澳洲加新西蘭，一次過玩完澳洲東岸的悉尼、開恩茲、黃金海岸和墨爾本，暢遊大堡礁、歌劇院和十二門徒石等等必到的人氣景點。至於新西蘭，一於去南北島的奧克蘭、羅托魯亞、皇后鎮等等，安排了塔斯曼冰河船、觀星之旅、地熱保護區等等數之不盡的精彩活動，快點參加永安旅行團，現在網上報名還有折扣優惠。